我就是使用你产品的那个人。哎呀妈呀，大秦哥呀，你这脸咋的了？你擦粉底了？擦什么粉底呀？就用那面膜用的呗。不能啊，我那面膜质量老好了，你是不是使用方法没用对呀？使用方法怎么会有问题呢？王小倩亲口跟我说的，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。王小倩，你咋跟人说的？啥让我咋说的？我给他面膜的时候，他老激动了，转身就跑了。我说大秦哥，3天就见效。不对，他明明这么说的，大秦哥3天全用掉。你看，看你干的好事，你赶紧跟人解释解释。不，你耳朵塞啥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哎，快点！干啥？什么事？你啥玩意儿？你这是叫啥呀？小米粒啊，大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这面膜质量行吗？行了，我这面膜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，质量没问题。哦，那要质量没问题，那你可以卖啊。你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你事了？你给我搅和黄了，没你事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赵刚子，我干点事容易吗？你老跟着搅和我，你讨厌你。小米亮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是小米亮，你咋的了？小米亮，小米亮，你别生气。你别整这样，我不得劲儿。大姑父，你瞅瞅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走，你这脚我黄了都该。哎呀，我的命运啊！什么命运呢？小米粒倒霉倒霉，你这命运上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看你把人大秦子弄的。3天连续贴面膜，那脸都贴胖了，看见没？本来脸就大，现在贴的跟个胖头鱼似的。我不是胖头鱼，我大姑父，这赖我呀！他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啊，你必须帮忙。我怎么帮你忙啊？好办呐！啊，你把这面膜贴上啊，回屋啊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我一喊你，你就往出走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干这事，我没贴过这玩意儿。大姑父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你就搁这搅和，就搁这搅和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捣蛋呢你呀、啊！你呀、啊，你要命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大秦哥，我们的面膜啊，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，是你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大姑父天天贴。别点傻子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从来都不用这玩意儿。他不想让你知道，知道你不笑话他吗？喂，王小倩，你搁这白乎啥呀？我大姐夫啥时候贴面膜了？大姑父，你出来亮个相吧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你卡这儿！哎哎呀！妈，你这个。大姑父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哎呀，我天！你把这帘儿打开，看见了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啊，这还有个帘儿哈、啊。说词儿，说词儿，啥词儿啊？宣传词儿。对对，整两句。贴面膜，贴面膜，贴完面膜像宝宝。来来来，我看看这个宝宝。哎呀！大姐夫，你别说，你贴完面膜的皮肤变得老嫩了哈。我就说吧，你一定要坚持用下去。是，老弟。这有啥呢？大姑父，你贴完这面膜啊，一下就年轻了，从大姑父一下就变成小老弟了。这玩意儿，你别忍，你都差辈了，不能这么叫啊。好嘞，大姑父，那你还叫老弟吧。老弟啊，去你的！别捣乱！我看，我看，贴完以后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面膜质量真不错，贴完了你感觉特别舒服，很好是吧？挺好，挺好的。妥了，小米粒，再来5箱。好嘞。咱俩大姐大姐，我得嘱咐你两句啊，5箱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能连续贴。好家伙，这要拖一个月，脸就没法看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是大姐。怎么的了？这是、啊、碰着。这其实啊，大姐啊，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大姐，你不管用什么东西，它都是外部的，哦，自己内部很重要。我觉得人这一生啊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心理，
这最重要。哦，对对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这身体吧，年轻轻的30来岁，锻炼锻炼。你看你这肚子啊，好家伙，今中午吃啥了？鸡腿儿。吃几个鸡腿啊？5个。那妈吃5个鸡腿你还不锻炼？怎么的？鸡腿在里边赛跑啊？还有两条鲤鱼。你说你不锻炼怎么能够跃龙门啊？现在生活好了，大鱼大肉的就更得锻炼锻炼身体了，是不是？宝庆，还有你，你看你那肚子，你再发展下去就是第二个大秦。哎，大姐夫啊，那心理呢？心理也很重要啊，人得快快乐乐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大秦子你就不行，你这人呐，脾气急是吧？点火就着啊，得培养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对吧？要学会感恩。要多帮助别人，善待每一个人。